换地案哦，我是一直主张啦，如果让财团获利，还不如让我们乡公所获利。当然，如果乡公所方案是会比较慢一点，但是据我所知，顶多慢一年。好、嗯哦，而且如果确定之后，我们立刻可以进行规划嘛、嗯，然后地目变更好，立刻就可以盖，所以时程上也不会拖延很久。就是说，把松林公园并进来建成校地、嗯嗯，然后在G2机关用地那一块、嗯、切一个长方形，好、哦，很方正的，1500坪作为公园绿地，啊、嗯哦，来弥补这个公园变成学校，啊、嗯，哦、公园不但、还在，而且还更大，哦，嗯、那松林国小这个教室的问题是1996年就发生的，不是现在，哦，嗯、那102年还把学校代用地卖掉，嗯、然后102年又有一个从化区也没有规划学校用地。然后现在才说我们很急迫、嗯、然后草草的要跟师弟交换，我因为那个条件不合理，所以我很难接受啊、嗯、因为我作为议员我还是要替人民把关嘛、嗯、现在我财产就是人民的财产了，我不能这样子轻易的就把这个让利给财团。